来的人都是要实现幸福心愿的，先说出你的幸福心愿好不好？好，来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心愿是想成立一个袖珍团体的一个团。来，成立一个袖珍人的一个团体。对，看到很多跟我类似的袖珍朋友，弱势群体。嗯。他们有些就像是当年我那个感觉，就在家里门中不愿出门，把自个儿封闭起来。嗯。当然也有很多跟我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，他们会有很多才艺，就是缺少一些个展示自我的一些方向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五位观察团成员能够给予一些什么样的助力。你呢？我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积极的这么一个人，把自己一个最大的缺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优点，这个又能赚钱又能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。我是熊九集团的创始人，我们旗下有一个平台叫熊上网，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推广的领域当中能够帮助到你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看到你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，因为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特别有勇气还特别乐观的这样的一个人。其实我特别想说，就是我觉得你爸爸特别让我感动，他给了你信心，给了你很多的爱，给了你无条件的支持，你才会那么有勇气。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。我们迎朗文化呢是做这个公关活动的公司，那未来呢如果可能的话，接下来我帮你们做一个你的团体，做一个这种这个介绍，尽量去对外推荐你们的演出形式，希望能够帮你们争取到更多的演出机会。我也希望能够在你新婚的日子里，然后送给你太太一件漂亮的婚纱，希望你们能够幸福，祝你们快乐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听到你这个演出，这个在我们幸福来敲门，你是很幸福的人，但是在你幸福的同时呢，你又没忘了你袖珍那些朋友。我们沈阳胶东海减肥医院注入你们3000块钱。谢谢老师。杨明，你想自己成立这个艺术团，建议你啊靠一个平台去做。我们这个中资环硕旗下有个北京活力东方艺术团，我可以把你介绍他们，好吧？在最后我祝福你下个月新婚快乐，永远幸福啊。谢谢老师。有些男人只是长得像男人，但有些男人是真男人，所以抓住这些幸福，希望你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。谢谢。杨明虽然没有高大伟岸的身材，但他用自己坚实的臂膀撑起了一个家。我们希望他能够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在自己坚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